好哦，好，最后一首喽。要上上下下喝手，应该是不至于。不要围绕这个话题好吗？不要转移焦点。你还故意用两层把自己遮住。我都不想说，哎，你真的有在弹吗？我有好不好？OK OK， 好了，我们要送 EP 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我们唱完就是下去了。好啊，一批啊。对对对，哎，不是要去上厕所吗？哦，有送一批嘛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这个一批呢，要给这个我觉得长期支持的铁粉，好不好？铁粉都已经买了啦。如果说铁粉没有的话，还称得上是铁粉吗？哎，对，铁粉应该有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不是选铁粉，所以我们可以给那个初次见面的新粉，好，新的粉丝拿到的人记得就是要再找五个朋友买，一种下线的感觉。再找五个朋友，开玩笑啦。这样好了啦，我出个点子，好，这个拿着手机。最快秀出大画家的 IG， 追踪这个画面给我看一下，我们就送给他。这表示刚刚成为粉丝，我觉得这很棒。这历史性的画面，我们验证一下。过一个月我会检查你们的追踪，回去再退战就好了。啊，不要，走开！好了，没有，不能照片。搞什么？投手无期，投手无期啊，投手无期，对。我们有时候按赞会取消关注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们懂，喜欢的就一直追踪。我们懂，好，我们这样好出问题了吗？还是就这样吗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场的朋友，不管是脸书或 IG， 好不好？好 ，Instagram 或者是 FB， 大家现在赶快讲，写大画家乐团，大小的大，先秀出来的话语权，说话的话，大画家乐团。赶快冲到这里来，最快的，冲过来，安全第一，一二三，来，好了，就直接送他们，好不好？一人一张，那就这两位了。可以不要退追踪吗？我看一下，不能退追踪哦。哦，追踪有了，我看一下，已经爱很久了哦，已经爱很久了。你看你们支持，来两位哦，这个感谢。啊，拍照，好啊，拍张照。对，感谢，来，啊，我们来帮你们拍一下，没问题，好，感谢哦，新粉哈，这个我们支持这么棒的乐团哦，好，感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，那今天。